各位早上好啦，那现在其实是早上5:30啦，那我就刚刚起床也泡了一杯咖啡了。那今天忽然间就心血来潮，想再拍了一期视频和你们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来掌握每一门新的课的啦。那之前我相信有看过我大约在2年多以前发视频，有说过一期视频是怎么来制作笔记的。那我相信可能很多观众都是新来的，都不会去看一个2年前的视频。那也正好我其实之前也没给你们示范过我是怎么来完成它的。那这期视频我主要就会和你们分享一下我是怎么通过自己累积的经验来制作一个笔记来掌握一门课啦，然后并且和你们分享一下我的所谓的这个第一类型的复习式笔记有多么的重要，然后也对我的成绩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那主要因为我待会儿早上8点还有早课的早八，那我现在就赶紧抓紧时间先做笔记先了啦。OK， 那现在是7:45的啦。那我因为8点有一门课，所以我就得稍微的停下来一会儿了啦。那你们可以看一下，其实我也就写了不到一个小时，也就40多分钟的一个笔记而已啦。那这个所谓的复习式笔记呢，到底是怎么来做的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得再用你的教材啊，或者老师的讲义啊，先自己复习完一小段，比如说一个小章节这样。那你们也会看到我在我做这笔记之前呢，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把老师的每一个讲义来看一遍。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在老师的讲义上面自己做的一些备注，做了一些提醒，这些都是我自己写下来的。那这一点呢是最重要的呢，就是先自己完全的理解。这比如说你就写一个小段，或者我就以一页老师的讲义或者一个小节这样，当你把这整段的这个知识点自己的消化一遍，我自己完全的理解之后呢，就用自己的话语写在你的这个笔记本里面。那么到时候最重要一点就是呢，你得要以是你对一个完全对这知识完全不了解的一个人，你好像在讲解给他听，你在教他这样，用你自己的口语去把这个知识点表达一遍，去写完出来一遍。 OK， 你们可以看一个这个短短的这个例子，这个我之前材料力学的，你看我这边写的话，在列出这个什么方程的时候，最左端开始不列，右端的要列，这样子等等之类的东西。那老师的讲义呢，或者包括课本教材啊，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术语的，所以你看出这些完全都是我自己会普通会说的话来的，所以这点很重要，你必须要以你像是在给一个人讲课这样，把他从不明白讲到他明白这样去写这个笔记。那么你们就会发现到，当你把这整个知识点不再怎么看这些讲义的情况下，自己靠自己的理解把这个知识点写完出来之后呢，一写完一遍呢，这知识点基本上就进完你的脑里面了，你基本上就完全掌握它的了。那当然，当初小细节有看我之前我在说第一类复习式笔记的视频里面，就有人留言说，哇，好难做到啊！看完了一小节之后呢，我自己尝试去写的时候，当中一定有很多细节你是记不住的。我想说，就是不需要那么的去执着。当你忘了一点点，我自己也不可能完全记完了。当中一些小数据啊，公式一些小数值啊，肯定会忘了，你就看而已。但是你只要确保你大部分时间呢都是没有在看你的讲义的，都是自己在对着你的笔记本一直在写。把自己的理解写出来，你只要你大部分时间是这样，你就对了。那我相信如果有了解过这个所谓的费曼学习法的人，你会知道了，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费曼学习法来的。只是我费曼学习法里面是说你要用嘴巴讲的去教给别人，而我这边的这个笔记法就是将它写出来，写成类似一个讲义这样的东西来教别人。那真的这个复习式笔记呢带给我的影响是真的很大的啦。那我相信有一直在看我视频观众的人都知道，我大一的时候成绩是很不好的，就只考了76分总平均。那在清华76分 GPA 就只有2.6而已啦，所以考的不是很好。
那么其实当中有很大原因，当然 anyway 啦，这个也都是题外话，就是我那时频道才刚刚成立，没有时间，全部都得自己做，所以我就没有时间去做第一类的复习式笔记，所以这也是导致我考不没那么好原因。那大二开始呢，我比较有时间了，所以我待会也会教你们怎么可以免费的拿到我中高中和我大学做的每一份笔记，我都会免费分享给你们。那如果你们有拿我笔记的话，你们发现到我大学的笔记呢，基本上都是从大二开始才会有的，大一我是没有做的复习式笔记的。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大二开始我的成绩就得到了非常大跨度的提升了，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原因呢，我大三是拿到了全免奖学金的，所以这个就可以证明出这个复习式笔记对于你这一个门的知识的掌握程度呢，是起了非常大关键的作用的。 OK， 那我现在其实已经要上课了呢，我就尽量的长话短说了。那我自己这么做了那么多的笔记，换取了经验，就是呢，你必须得很清楚你做笔记的初衷是什么，你到底是做给别人看呢，还是做给自己来看，让自己巩固自己的知识点，在自己未来忘记的时候自己翻阅就明白了。我相信后者才是所有人做笔记的初衷。所以竟然呢，你的笔记是做给自己看的呢，是做来让自己巩固自己的知识，那就不要太去在意那个字体写得多么的美。那如果你有尝试去拿获得我的这个高中和大学的这个笔记的话呢，你会发现到我高中和大学笔记的字体是天和地这样的差距的。我高中笔记的字体是非常整洁非常漂亮的，那我大学笔记呢是特别的潦草特别凌乱的。那么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留给清华大学生做笔记的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课很多，尤其是我现在到大三，我专业课特别的多，老师教的速度又非常的快，我实在不可能留给我那么多时间整整时间写。但是我就发现到呢，根本没有那个必要去写得很漂亮。所以你们可以看我大学笔记是特别潦草，写得特别快，能多快就写多快，因为我是写来让自己看，让自己理解，让自己巩固，所以不需要太在意自己的字体写的美与否。那么这个复习式笔记真的，我大二做笔记呢，到了大三下学期才发现到，哇，这作用真的是很大。比如说我现在上了那些机械设计啊，要算那些器械的那些疲劳程度，要设计一个器械出来啊，或者包括我在学那些飞行动力学的时候呢，会用到各种流体力学里面，只是比如说现在要我写出来可压缩气体的波努力方程，我都已经忘了管了，那个是我上上一个学期学的流体力学来的。在这样情况下呢，我忘了怎么来写作业啊，大三的老师也不会和你回顾了，就直接给一个作业题。在这样情况下呢，那我只需要打开我的流体力学里面的，我也忘了是哪一章了啦，总之就打开我的笔记，我就放哦，这个就是拿比尔斯托克斯方程，去稍微的了解，去读完了一遍，我就明白了哦，整个知识点是怎么来做。 Nice。比如说我前几天我在写我现在正在上这课的机械设计的这一个作业的时候，就用了很多材料力学，也是我上上个学期学的知识点，我都忘记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就点开材料力学，打开我所想要的章节啦，那你们就可以看到，我就稍微的读，只要花个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去读呢，我就完全记起来了。因为呢，最主要就是我当初在做这些笔记的时候呢，我是有自己消化一遍，再用自己理解的语言写出来，所以我是完全有记忆在脑里面的，所以我只是暂时的想不起来而已。所以这种情况下，只要我自己打开我这些笔记呢，翻阅个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呢，这些记忆完全就会涌现在我脑里面的，我就完全记起来，就知道怎么来做了。所以这个就是复习式笔记最重要的一点。好了，那因为我的课也刚刚也已经开始了的，我上完课之后可能下午才能够继续做我的复习式笔记。那希望这一期视频对你们的学习道路会有起到很大帮助，这真的很重要。那这一期视频就暂时到这里了。那这个就是我从早上5:30起床到8:00上课的这个间段，我身为一个清华生的一个早晨啊。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期视频，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下期见，拜拜。